个贱人呐！你一笑反赏，我拿伸缩，我要捆你到公堂。老夫人不要把我绑，我正要亲自倒在公堂。你到公堂说些什么呀？我说些什么？我就说，一来不怨长郎，二来不怨姑娘，三来嘛还不怨俺红娘。咦，他们三个人做的好事，这个不怨呐，那个不怨呐。